首先把软化的黄油打到顺滑，加入糖粉后搅拌均匀。打两个鸡蛋，分四次倒入蛋液，每次都搅拌均匀，擦一些柠檬皮蒸香。挤半个柠檬汁，分次加入黄油糊中，加入柠檬皮屑，再搅拌搅拌。把所有粉类先混合，再过筛进刚才的黄油糊中，翻拌混合到看不到干粉为止。模具里擦一些黄油，方便脱模。面糊倒入模具，抹平表面。入烤箱170度烤30分钟，接着做一些糖水，用热水化开白砂糖，糖水就完成了。蛋糕烤好后出炉冷却，在表面刷上糖水，这样蛋糕口感更湿润，切开超级松软的口感。